哇，吴兴义，你在盖房子啊？哦，打打打！哇，全部都打下去耶！再给他翻过来，对，哇塞，又可以打打打了。我的是交换好吗？这个是这个的，啊，你的那个给我打。稳稳的要放回去哦，收好再玩下一个。你那个是什么？是打蛋机吗？老板，请问多少钱？你的吐司烤好了吗？这个吐司要撒粉的。要撒粉哦，我还要加肉肉哎，吐司。我还要加巧克力酱。等一下，哦，你要去哪里？哇，这里也有可以算钱耶，多少钱？